步步为营 corridor， 斗智斗力，精心策划每一步，将十块围墙放在自己的储藏区，将自己的棋放到底线中央形成对立，轮流移动棋子或者摆放围墙阻挡对手，棋子只能够前后左右移动一格，不能够越过围墙。摆放围墙只能够阻隔两个方格，不可以同时阻隔三个方格，并至少留一条通道。棋子相遇的时候可以跳到对手后方，如果对手后方有围墙阻挡，就可以跳到对手的左或者右，先到达对手的底线的任何一格胜出游戏。游戏还有四人变体规则，过程更加考验每一个行动的决策。